说中就炸。请问世界上有哪几种鞭？东边、南边、西边。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我说就是了。那些所谓的什么主播、idol 那些，真的别来沾边。是不是有点不合群了？下一个，请发出你的第二个表情包。嘿嘿，那我就先发一下，好吧？哦。小，你这是什么啊？看我的，好吧？杰瑞，你怎么还发那些清朝老图呢？看我最新款的，好吧？还有我的四倍快乐。你们三个小黑子，等你俩坐在被告席上，别哭着求我哥哥。下一个，请问世界上有什么爹？我嫩爹。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的爹。我是